Hello， 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这个温德莎轿跑车，它这个是涂装版的，你看，远看其实还蛮像 LV 包包的，虽然它图样近看的话还不像。好，护具的部分升级到满的话是50000块，刹车35000，引擎33500。那车灯的话，我改一下好了。套件也是全满的话是30000块钱。霓虹颜色用黄金雨配合它车身的涂装。那喷漆的部分我就先不改，因为我用它原本的涂装。那涂装的部分的话，有它就是空白的，然后有吸湿提耐压花的，然后吸湿提耐多色，它其实就是加很多颜色啦。那吸湿提耐几何图形，哦，这款其实也不错看哎，这比 LV 包好看多了，但我比较喜欢彩色。看一下神之子双翼压花，有点花耶，绿色双翼压花，蟒蛇的普拉猎豹，这个用粉红色应该很多女生会喜欢吧。那雪怪商场忍者，会不会是因为它的底色的关系啊？因为我的底色是这个颜色，我不晓得用这个再配上粉红色的话会不会变比较好看，我们来试试看。雪怪商场忍者，然后主色调换，哦，可以哦，所以它可以改其他颜色。那如果我改隔热镜呢，它就会被盖过去了。那涂装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，那我想把它改亮一点的。绿色啊，我发现它其实不用太亮，因为它有那种渐层的感觉，就是方块渐层的感觉，所以它太亮的话反而跳脱不出来，有没有？那暗暗的话就会觉得它比较有特色。用金属色调的话，有些颜色会被盖过去，太亮的话又觉得很花。金属就像这种金色，就会觉得它旁边有上亮光，有没有亮批的感觉？哇，感觉好高贵哦！好啦，纯金色，副色调也是一样。那炫调系统我改竞速级的4400。变速箱40000块，涡轮50000块，另外两个我就不改。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自己买来用哦。OK， 你改了。哇，还不赖，超级亮。他连音乐也是还蛮那种古典的，哈哈，这个视角真的不好开啦。
但我想要，我蛮喜欢他这样视角看的，没有？可是相对我要看到前面的路啊！啊！好了，失败了，切换回来。来看一下仪表板。它还蛮笨重的，如果不看外观的话。好了，放回家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